十月七日，各界名流林青霞、林子祥、狄龙、邝美云等齐聚某慈善晚宴。作为表演嘉宾的林子祥与大美人林青霞分坐两桌，不过丝毫不影响两人的交流。林子祥特意走到林大美人身边求合照。日前，继作家李承恩高呼乐坛已死后，歌手周启生也炮轰香港乐坛。作为香港乐坛的领军人物，林子祥表示很不认同。佢特登嚟捧你场啊，先话。唔系嘛？佢话嘅，我听到。唔系，佢好多朋友。佢個個都捧場，怕乜講啲咁嘅嘢？我未聽過，我未聽過嘅，我唔覺得，我唔覺得啫。先上露面的邝美云和男友林大明手牵手到场，相当恩爱。虽然已经淡出乐坛，但笃信佛教的邝美云特意录制佛教歌曲做慈善，在一旁的男友也不断夸赞女友歌声动听。有时唱俾我听，咁使买喎。佢就唱俾你，咁唱俾你现场唱。咁佢卡拉 OK 实要唱。卡拉 OK 唱啊，实要唱。OK 卡拉 OK 系咯，实要唱噶。好听啊，觉得。梗系好啦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